了，因为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搭档叫班杰。对啊。班杰他现在人正在大陆拍电影，他要朝一个武打明星的这个路子发展。对。所以他今天因为正在工作，所以没办法前来。但是呢，他有委托我，就说如果有得奖的话，麻烦我帮他讲一下。他想谢谢我们的见证，这个制作人见证姐，还有我们的制作团队。然后能够跟我们一起工作真的很棒，谢谢力健我支持圆圆追追追的白姐，还有谢谢他爸爸王宏文医生，还有恩师阿铁师，以及他的公司重感情创意。好，谢谢，这是班杰以上的发言。我们也然后顺便教大家要漂浮哈，对对对他最喜欢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每一位讲一下感言，要从小刚先吗？还是美女先？好，这个好，那不好意思，那我就先来了。好的，这个还是重复刚刚的，非常谢谢科技部，因为由他们的出资，然后造成有留言追追追这个节目，然后谢谢公共电视。然后还有所有留言追追追的制作团队，包含我们以前的制作人白姐，以及现在的制作人建真，还有我们的导演，他非常重要，胡道明导演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拍出这么精细这么精致的好节目出来。还有辛苦的气编，包含建真啦，还有这个阿威啦，还有谁应竹啦，丹尼等等的，紫嫣，对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实在是太复杂了，所以工作人员还挺多的。然后当然我要谢谢我非常好的搭档少廷、武雄还有班杰，我们四个人工作在一起非常非常的愉快，完全没有不合。对，除了你们每次出席都会长得比我高，这点让我有一点点介意啊哈。每次录影都跟你一样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最喜欢跟你搭档了。为了你，我录影没有穿鞋垫。我不想跟你讲话。你看我们感情多好，像是搬箱子，好不好？那武雄呢？平常演员都是在那个啊，对不对？戏剧的活动跟你碰面，对不对？今天得奖了，感觉不错。我觉得好爽，开心。对，该谢的刚刚都谢过，那我还要再谢一下我的公司科米制作，谢谢胖哥，也谢谢超哥，谢谢贝斯姐，还有谢谢慧慧。好的，对，谢谢他们。好，谢谢。再来少廷也来跟我们讲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实在是哭得稀里哗啦，讲话太哽咽了，所以我想再说一次，就是因为一开始接留言追追追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些观众的爸妈，他们会觉得说，哎，我是不是好像常常上综艺节目，可能会对小朋友有比较综艺比较夸张的影响。但是就是慢慢修正之后，就是今天我领到这个奖，我觉得很开心。不要再哭了，我会在流眼泪之前赶快把你送走，不然你要继续哭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在去年我跟大家公开我有妥瑞症。对，可是其实，在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必须去压抑我的症状，乖乖，在节目录一次，哎，我哭了怎么办？你乖乖，大家都很支持你。OK 的，他说我哭你们比较开心。他们抱一下，小刚抱一下，是不是？我本来想把他那么高，我像在搂我兄弟一样。这画面是蛮怪的，说就是在录影，在任何一刻，其实我必须压抑我的症状，真的。但是我很开心，大家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可以主持节目，不用再。你是我们小朋友好做节目给大家看，小朋友最棒了，你们三个抱一起好了，我看我都要哭了。来吧，我们还是我先哭了一下。没关系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大家，然后真的非常谢谢评审，看到我们的努力，谢谢。谢谢三位，恭喜三位，谢谢。